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二月十三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幸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不传出恶心的食品，台中警方接到检举，一间江苏名的食品加工业者，产生被饲料用的花草一个鸭花，才被火锅店给压制啊。教育部去年通过高中课纲微调，拒绝公开委员名单，高等行政法院判教育部败诉，认为应该公开，和民众监督。高雄高架挟持人质事件了后，本来暂停会客，今日恢复，嘛改变会客做法。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高雄高架挟持人质事件，经过十四点钟结束了后，高雄高架本来暂停一天半的会客，伫咧今日恢复啊。顶个陈世志表示讲，因为对保管理有疏失，才造成这六个受刑人会当利用会客想要做回逃走，所以按今仔日开始，同一个单位的受刑人袂当做回会客。高雄加急劫持人质事件，自十一下昼一直到十二透早，经过十四点钟久了结束。BP 暂停一天半的会面，也伫今仔日恢复正常。早起七点半，会面时间一到，受刑人家属就立即接电话，想要赶紧看到家己的亲人。我们在外面听到，就里面很大声啊，砰砰的，很大声，好像在吵架一样啊。最后我们就，他那个管理员就叫我们都出去啊。啊，出去，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只能看一次嘛。那我们今天就来，再要求看能不能看到啊。接电话的冷冻橱啊，内面电视受刑人每天的三顿。会面时阵，顺续送予受刑人的食物，也规定要无骨无卡，包装拆掉，皮也要掰开的措施，并且严格禁止家属利用送菜夹带违禁品。为了要加强安检，自今仔日开始，家属申请的会面，同一个单位的受刑人袂用安排伫咧同一个体处。像今天早上的接见，我们可能是同一批次，不会有两个人是同一个单位。避免他们成群结党。过去那个接见登记梯次里面啊，大概是没有限制了。就那可能会造成人为故意登记在那个梯次。针对六个受刑人利用做三工厂的监督劫持人质，造成社会不安，陈世志强调，一定会赶紧完成调查加清处。不过，即马上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安全楼空补起来。除了受刑人甲家属会面的方式调整以外，未来受刑人每一边的全身检查也一定要做好到。记者综合报道。这是因为加加劫持发生的时阵，有一个姓蔡送货员拄啊好送货到加加内底，伊是赶紧躲伫咧便所内面，嘛甲手机啊关无声，赶紧传来对外找帮助。等六个受刑人死亡了后，伊才被救出来。想到迄当时，伊讲这么恐怖的十四点钟，实在真惊人。秘伫刚刚内底的便所，一点仔声音拢唔敢发出来。外口一直传来犯人的声音，蔡先生想袂到来刚刚散会，却拄着犯人劫持人质。他不知道我们在里面的话，还好。中途他还有歹徒要进来上厕所呢。我们赶快又跑进，我们本来躲在小便那里，然后又跑进那个大便那里，我们关起来反锁。蔡先生秘伫车站站的便所边啊，都是警方甲犯人交战的地点。伊惊甲被害，又搁唔敢打电话，惊发出声音，家己也变成人质，只好传来向外界呼救。知道我们就不得了，我就变人质啊！所以呢，我就一直第一时间就赖给警管啊，那警管就赖有警察，外面警察跟我加赖啊。蔡先生比了将近十五点钟，中间靠着手机啊向外界通报详细的状况，等到代志结束，才被警方救出来。过去这一天，秘伫便所听到枪震，这款的遭遇，伊恐惊真歹放袂记。记者综合报道。这六个受刑人挟持丁局长，还有盖户科长了后，谈判团队知影主嫌郑立德出身高雄的左营，就赶紧去找左营前市议员李应忠，一批加加来底谈判。李应忠表示，一开始这六个人盖还有讲有笑，不过因六个人死意真坚定，坚持讲无要看到过灯光的日头，出来底人来发话嘛，引起因情绪反弹，爱出来底人当作厝内无因一个人。高雄刚刚被劫持，检警甲方甲犯人谈判十四点钟，其中安达犯人情绪的都是前高雄市议员李荣忠，因为甲主嫌郑立德熟识二十五年，李荣忠三进三出，甲犯人面对面。人质换出来，就当作没发生那一件事情一样，说大家好不好？
你就说，你就跟我讲说，大哥，你不要再欠我们了，我们不想看到明天的太阳了。林隆忠讲，甲另外五个人并无熟识，也毋过一开始双方也阁讲甲真欢喜，只是华人表达有自杀的想法了后，就差了杯啉酒。但判团队一开始无答应，找了家属温泉化灰，阁起了反效果。六个人的家属就先到那里，在那里哭，在那里叫啊，叫了阿谁啊，阿姨啊，阿东阿东，不要管。结果他们听着就，你回去回去啊，不要你。认为我们生我们这几个的啦。李荣忠帮忙谈判团队团委也切着要安大犯人的情绪，因为谈判也是无结果，关键到底犯人已经对点滴感觉来人生无希望。今夜都要为代了感觉出家的江兴进也表示，这家虽然三顿免烦恼，因为生活上也是有真侪困难。我当天不到两百，我八块了吧？我老妈娘过来不到一百，那是十块了。一旦被家庭放弃，就感觉来底无钱，就连洗衫买内裤拢成问题。经常人也讲，家己点过五斤感觉，带了感觉物资上贵，希望破不破会当重视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这是因为庆祝和高雄大寮家家的门顶头拢是庆祝的婚戒，连五公尺外花圈嘛，和庆祝写个糖粿。警察事后嘛发现讲哦，因的盾牌顶头嘛和庆祝写一个坑，只差十公分就会写到头壳，真危险。警方甲犯人第一遍开枪的所在就是高雄家家当兵门。拿几个确定是敢带？看这铁门顶头拢是青纸空，连五公尺外的火柜也和青纸拍加烫过。迄阵犯人已经举枪压连接，枪出夹夹。有四名的歹徒，他们已经拿着长枪准备要冲出来了。他们当时脚已经掏这条黄色警戒线上面。哇，再往前的话，就等可能就是就出去了，哎、欸，就跑，赶快跑了嘛。然后他就先开枪，拍到开枪正响，连防弹盾牌拢被拍加烫过。30公分，警察的头就会掉枪。第一批赶来南洋警察，双方是对开了40多枪，甲歹徒逼回去夹夹。所以十二位特困中队的射击就是收掉观点，有效的射程可以在800公尺到1000公尺这样子。那昨天我们布置了这两把枪在现场这样子。好刚才有这款环境，甲歹徒必甲提上去。那无，这人命有强大火力的犯人，若是走出来四鬼走路，想要抓因，恐怕是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十点的时，高雄地检署毛特别开记者会，出面来说明11号下晡到12号的透早至14点钟谈判的过程。主任检察官陈俊秀是强调，第二第这六个受刑人，最是还无够爱死，嘛无需要依序名字。伊甲矫正署长吴宪章两个人拢相信，伫吴宪章念出受刑人的五大诉求了后，代志应该会当平安结束啊。不过真可惜。也是无法度救到因六个人。我们真的认为，在郑立德跟我们谈判，要把那个他的五项诉求对外公布之后，他就愿意把人犯释放，是两个人犯，两个那个人质，两个人质都释放。但是不巧，就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新的因素，就是有张安乐先生进来了哦。陈俊秀表示讲，伊无受过专业的谈判的训练，不过又用伊上大的诚意、甲善意、甲受刑人来沟通。这六个受刑人当中，有四个人甲伊讲过话，其中郑竹生、秦义民两个人无愿意沟通。不过哦，甲郑立德、甲黄子燕两个人拢捌亲嘴，甲伊讲过讲，伊愿意掏棒进去，嘛愿意甲钱交出来。接下来的关心高雄家家在挟持的事件，也看得出来这家家现在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退休很多年，这之前的法务部监所司的司长黄真南，他就建议现在因为无法度加息的犯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家家里面管理的高风险也大大增加。高雄大寮家家的挟持事件虽然结束，但也让人看到疫情管理和解决的问题。前法务部干事司司长黄丁南五年前在退休时阵就捌讲，加设条件提悬即个法律的修改，连环结果发生改变，相信2013年就会发生大型的价格波动。长期行动型连环哦，啊累犯也好，他一进来以后不容易出去了，他一定会我们讲占那个
监狱里面的一席之地啊，因为整个这些连犯哦不好管啊，或监狱啊比较重型的连犯监狱啊，他们都觉得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因为无法度解释的三线犯人愈来愈多，面对着无明仔载绝望，因的心态甲一般犯人无同，也正做加压管理的高危险因子。黄定南建议政府应该兴建专属的超高度安全管理加压，设有1000间的独孤房，收容总也是2500人。就每一个人关一间的，啊，我们待在那里给他磨嘛，磨个3-5年，再给他转到那个小杂居，2个人一间。不过黄定南感觉讲，政府愿意伫咧加强或者是完善监所设备的经费支出是真少，应该趁着这边急切事件，提升加压管理的设施能力，也够在的，运用监视系统等科技来减轻人力的负担，改善管理，阻止加压暴动的发生。记者左环报道。即马过日过年愈来愈哇，是搁传出恶心的食品。咱台湾的火锅料市场至少有70%占优劣的双鹏公司，涉嫌按中华甲分林的屠宰场买这饲料用的假货，才做火锅料卖给人吃。即马吼，离职的员工向台中地检署来检举，检方12号分别去搜索这公司伫咧新北市，还有台中市的工厂，嘛抓到姓病的负责人，这个姓病负责人即马已经丰收啊。双鹏公司的员工伫咧工厂出出入入，不过今仔日工厂并无作业，因为12号已经去予检方甲警察查到，因所生产的火锅料，敢若加入袂使予人吃的饲料用的加油。手上的货那些你要怎么处理？都要把它冰起来了，对啊，哈、啊，我们现在都在柜库存，都要把它冰起来了，哎、啊，不好意思，啊，所以你们今天是算是停工，还是说还有在运作？说不运作了，今天不运作了。警方调查，这间双鹏食品公司专门经营火锅料甲卤味，供应全台湾70%以上的大卖场甲火锅店。不过，协平为彰化分林的屠宰场买入了饲料用的加油，搁再做成火锅料，予人使用。迄个离职员工向台中地检署来检举。他在跟各地屠宰场收购的时候，他们所订定的契约里面就已经订明，该所收购的禽血部分不能作为人体食用，只能作为饲料用。那该双鹏公司在收购以后，竟把它加工以后作为人体食用之鸭血出售。检方甲警察12号分别搜索双鹏伫咧新北市甲大同市乌日区的工厂，因阁发现负责人当咧烧掉伊的小婆仔。目前涉片负责人已经去用手啊。大同市卫生局表示，饲料用的材料伫咧卫生标准顶端无适合人体来使用，容易发生细菌感染的问题。检方甲警察卖清查。到底有偌济恶心的鸭血流入个市面上？记者大亮综合报道。伫后礼拜就要过年啊，为着要收温度客，高铁即马宣布讲，伊要阁加开8班，每一站拢会停个专车自由座个列车。代替马宣布讲，会随时来加班火车。另外呢，因为复兴航空技师重新训练，即马有无通过稳定报告一部分，民航局即马嘛协调花信开加班个飞行机，增加11班，立营有10班，啊个湾东有1班，会当予旅客未受到影响。复兴航空因为部分机师被调转去重新训练，造成过年航班大乱。民航局表示，已经协调好其他业者加班时分，让原本买票旅客未受影响。春节期间，华信会支援11班，那丽荣会支援10班，远东会支援1班哈。那另外，我们也请复兴航空公司调派2架大型机啊，320跟321来支援。民航局表示，复兴航空上近本礼拜五开始会个别通知，已经订好复兴航空过年机票民众，提供专机甲改航班者资讯。临时加班机是要看迄天的室温状况而定。另外，台湾高铁有过年期间热门时段位员工拢卖了了啊，也宣布搁再加开8班，每站都有停的自由座列车。8班列车会上木村、宜兰、石狮对号，14号0点开始来订位。代替部分要离峰时段的位也会使买。离峰时段的7折的这个红眼列车啊，这个都还可以买得到座位哦，可以民众可以多加利用。代替表示，过年期间17号下晡到18号归港的最后列车，当场的椅仔位员工都卖掉了啊，旅客会使利用区间车。代替来看情况，加开区间车。过年期间已全部使用完毕为完结。记者陈宏发报道。
代替一个今年的春节要来加开477班的火车，不过也有可能哦，这火车会出现延误五点的问题，因为顶个月代替就收连续发生冰高头的意外，火车驾驶联谊会是真不满，讲冰高头的安全根本就无改善，加上因的人力严重无够，所以决定按明仔开始，经过全台湾463位冰高头的时阵，因拢要来检索。栅栏放下来，火车通过冰高道，大家拢爱做的动作。最近说好代替的司机员感觉压力真大，因为顶个月像那自营街有技术人员无小心去挡着电路，好栅栏放袂落来，差一点仔造成意外。随后花莲的冰高道嘛出问题，代替的司机员决定要为14号开始，要减速通过冰高道。明天开始，每个频道都减速嘛。哦，他是做这样决定，但是每个司机员呐、啊。只有他主观跟客观去做判断。代替的工会表示，不仅要用减速行动抗议代替，无要改善冰高道的安全，无要抗议人力无够的问题。因为路线甲新车一直增加，全台湾的司机员刷过欠600几个人。不过，若是司机员真正通过全台湾的冰高道拢减速，过年的收运会受到真大的冲击。代替赶紧甲工会沟通，马上落改善冰高道的安全。我们在春节期间哈，对。我们对每个平交道呢安全的设施，我们都有重新检查过了。对于交通流量大的平交道呢，我们有增派153个保全人员协助我们看守。除了过年要加派人去看守平交道，代替马新路要在5年内底增补289个司机员，全力加工会沟通。工会嘛表示，那是代替消除善意抗议的行动，应该够有转换的可能。记者林振路九六雄台北报道。国国部伫咧去年年初通过高中课纲微调这个案，引起不少争议。尤其技术公开委员的名单，还有相关的会议及记录，和民间团体质疑是恶相作业。民间团体贷款会来提出诉愿，不过被驳回。去年10月份提起行政诉讼，高等行政法院伫12号时阵判决，讲贷款会胜诉，认定教育部应该提供完整的资讯，提供给民众来监督。不满教育部去年年初硬要通过高中课程纲要微调案，煞无法度公开委员名单甲相关会议记录。代管会去年3月提起诉愿，因为被驳回，伫10月拍行政官司，12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判决教育部败诉。就是所有的学子，然后都会就是因为这样的调整，然后他们接受到的一个讯息知识。都会根据这样的一个课纲来去做调整，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说不公开是机密？代管会按照听判的主文指出，胜诉的关键是法官认为课纲的调整跟学生家长有关联，按照政府资讯公开化，应该提供完整的资讯来监督。教育部长吴思华讲，爱丁收到判决书，才会决定敢爱上诉。我有请同仁去整理一下，就是说到底那个社会大众期待我们公开的资料是什么？那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些资料？我想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来做整理，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处理的方式。虽然这个判决无法度改变调整课纲如期在今年8月的实施，代管会甲基层的教师拢认为这是对程序正义的重要宣示，嘛会当让即马咧收的12年国教课纲未阁发生同款问题。记者林秀惠、新志明台北报道。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昏表态，讲伊要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民进党内即马可能只有蔡英文一个人会参加党内的总统初选。蔡英文再去对此表示讲，伊真感谢苏贞昌，伊嘛希望民进党会当整合各界的力量，共同拍拼达成2016年胜选的目标。民进党最蔡英文透早来到新北市八里的天主教爱维永和中心来访问，对着前民进党最苏贞昌表示未来参选2016一场民进党总统初选，真可能敢那蔡英文一个人来竞选。蔡英文对此除了感谢苏贞昌，嘛希望民进党会当整合各界力量来取得2016的胜选。我们是非常感谢苏院长，尤其是苏院长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党的贡献是很大，在这个关键性的2016年的选举里面，民进党可以整合我们党的所有的力量，那么同时也可以跟现在的很多的社会的进步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努力，让我们在2016年可以达成目标。
中山会十二号正式来决议，2016总统甲立委选举要来做会选。传闻表示，国家制度应该稳定，唔通每四年都要来考虑这个问题。另外，合并选举了后，总统交接的期间是来到4个月，可能上长的问题。传闻认为，交接相关的代志应该赶紧来发制化。希望就是说立法院啊。在下个会期，现在执政党跟民进党还有各政党，大家一起来努力哈，把这个总统、副总统的职务交接的这个法制化哈，可以快速的完成。另外，蔡英文都是准备来领表参加东来的总统初选，蔡英文是无提供，跟他表示时间到就来对外宣布。记者张志雄、陈信良新北报道。来关心香港的艺人房祖名，去年八月份伫咧中国北京也徛街被抓到，因为有毒品嘛，收留别人伫因家食毒，被北京法院判6个月有期徒刑。今日返店的时阵，伊因为关押期间狗啊被放出来，伊的公司嘛发声明证实是真经的有影的代志，嘛表示讲房祖名伫明仔就伫咧北京开记者会公开回释咧。他人吸毒罪很久了，这些也有1-2年了，真的。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成龙的后生艺人房祖名，去年8月14号在中国北京的徛街，被警方当场抄出毒品，甲台湾的艺人柯震东做伙被抓。今年1月9号，伊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外事法庭开庭审理，有当庭认罪，冒忏悔。我犯了法，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回到社会之后，绝对不会再犯。根据审判的内容，房祖名因为有毒品，嘛收容别人给因食毒，犯了刑法。因为有认罪，而且犯罪了后态度真好，嘛无前科，所以予法院判6个月有期徒刑，嘛要罚2000人民币的罚金。房祖名按去年8月被关起来了后，羁押会当拄刑期，所以到2月13号，拄啊好满6个月。伊的经纪公司嘛发出声明证实，房祖名伫咧2月13号晚点40分已经被放出来呀。声明当中嘛讲到，感谢各界关心甲媒体的关注。房祖名嘛决定2月14号拜六会伫北京开记者会，公开回释。这买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连续共估3个月的威力产业采购头奖金嘛开出来呀，累计是5亿6400万的美金，算算的哦，差不多是咱新台币179亿，由三个所在的头奖得奖人共计分。美国这2个月以来，商界联盟的这名运动就是买彩券，连续共估3个月威力球彩券累计的彩金达到5亿6400万美金，相当大票179亿，是威力球史上第3冠的。6个号码赚到的机会是1亿7500万分之1。因为一句大家所讲的话，真正是比互联网讲到也困难。Go around the world, I'll take a trip around the world.念过六个号码，最后开出了后，阮那百万人拢真失望，因为只有三个富的人得奖。那三个人一面精神了后，就晋升成做亿万富翁。不过新婚挂牌也唔知影，刚才讲彩券是北卡罗来纳州、德州加波多黎各三个地区的彩券行卖出去的。你这头家就是其中一位经手的人。Did you know until now?Now I can, it's still I can't believe. 那是讲无得奖的人，要试运气，只好孤单下拜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15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咱台湾排名全球第51名，在亚太地区排名第3名，比南韩、日本还有香港的表现还更好。不过去年全球新闻自由整体表现是退步的，因为记者在采访示威抗议的时候常常被攻击，另外还有政权操控媒体，还有这伊斯兰国的组织绑票，还有台视记者，都让新闻自由受到威胁。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上新的发表201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显示，180个列入评比的国家，有1/3名次倒退路，包括美国甲西欧等相对开放区域。去年新闻自由拢退步，整体指数落跌10%，显示大环境恶化。We go from Finland, which is ranked first, to 106, which is Macedonia. So there's a real an increase gap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 country like Italy has been a victim of a high number of attacks, threats against journalists, including by the mafia. 这一摆调查报告特别警示，伊斯兰国以战报屠杀的手段操控全球媒体报道，透过社群媒体塑造恐怖的情绪，已经成为控制全球新闻自由的雄心力量。报告也佫指出，去年记者伫各国示威场合的采访，面临更加侪暴力威胁。伫乌克兰危机甲土耳其示威中，记者成为攻击目标。伫香港占中行动中，警方对记者动用肢体暴力。美国密苏里州佛格森市的种族恐惊，记者也遭到示威民众甲警方的阻止也是攻击。俄罗斯是政权限制媒体代表，新闻自由指数落跌两名到152名，即吊车尾的黑名单国家。中国是排名176，是尾也算过来的第五名。中国大陆、伊朗加非洲国家厄立垂亚，也个被点名是世界记者加波罗克的三大尴尬。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台北市政府进前抽检。检验在台北市18间运动中心，结果发现世界健身中心西门啊个火车头前的总共9间分店的利用保证的资料，拢已经超过有效的期限啊！而且合约的争议嘛有真多，去年一年就接到177件的申诉。为了要让身体更加健康，真侪民众会到健身房运动。不过要加入的时阵，真侪合约条文也是无看清楚，可能引发真侪消费纠纷。日前台北市政府发布局抽检台北市18间运动中心，结果发现世界健身中心的西门站前内湖通领这9间分店的利用保证资料已经超过有效期限。你只要是收了一大笔钱的，全部要就预缴的，全部要有50%的部分要提到履约保证专户里面去。哦，这个对于消费者，如果说你这个业者有什么倒闭啊等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消费者可以向履约保证或者信托专户去拿回来你没有履约的这一个部分。小报告表示，世界健身中心的合约争议多，刚才是去年一年就接到177件申诉案件，主要争议包括想要终止契约违约金差价部分。停止汇集之后，也继续被扣钱。领会时，先扣最后一个月会费，是不是爱提？还有个别私人教练的课程，也过教练突然间离职，依照定型化契约，属有不可规则的消费者事由，会员依法在被扣20%费用之后，也是在终止契约。也过健身中心确实不愿意退费。针对会员契约，我们已经逐项跟消保官开会，并将进行修改，让会员可以更清楚合约条款，减少疑虑。相信未来会减少许多案件。小不管提醒，在签订任何契约时阵，一定要把内容看清楚。那是口头约束，必须在契约顶面写清楚，而且应该提要系统去看三间的权益。民众一定要看清楚了后，再去签名，避免有纠纷。记者孙华报道。现在过的过年是越来越晚，婚姻馆内底有几个弱势团体，拢甲因的学员、学生来做各种的商品，是希望各界伫咧过年买送礼、选礼品的时阵哦，会当优先来考虑买因的商品，嘛是对一挂弱势一挂鼓励。一道一道专心切着牛轧糖，每一道拢是学员过来做出来成果。虽然动作有小夸慢，但认真的心比想拢较济。过年的过年要到啊！今年馆内弱势团体生辉协进会杀出引进的牛轧糖，希望用帮助学员赚一挂补贴。就是一些我们就是没有加香料，还有防腐剂的，吃的健康，让各位不用担心说食安问题。各另外一个弱势团体，华信青年发展中心，一群学员围着桌啊，全部拢在做手工的红包袋啊。虽然对一般人来讲动作很简单，但对这些学员来讲，可能是过了还是个成果。销售量就越大哈，他们那个成就感哈，就觉得他很有自信，每天做起来都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工作哈。比如说像有一点点小挫折，你稍微跟他提示一下哈，他马上说好，我马上就改正过来。虽然这做拢是一挂小加工，但是对身心障碍弱势团体来讲，唔来当教学员有一身功夫，唔来当有小看收入。现在拄到旧年过年前送礼的人多，希望各界选买礼品时会当先来考虑，收买经费嘛拢会补贴这些学员，按社团来运作。记者黄文玲报道。接下来关心今年35岁台 A 的男子
叫科尼，伊伫一回时阵，和白红个集团袂去芬兰。去年伫咧有共款命运呢，萨宾娜鼓励之下，伊决定要来找亲，要找伊个亲人。无想到用一年时间，警方协助之下，真正找到伊个亲生爸母啊！昨昏伊带着母囝来台湾，甲伊个老母见面，嘛决定要伫咱台湾甲亲戚朋友度过伊头一个旧历过年。虽然一回离开台湾了，就无亲生父母的消息。34年后，佮再度重逢，正结婚，也唔过佮正感动。讲到当初因为环境困苦，饲袂起囡仔，不得已才把囡仔送走，妈妈的目屎就一直流。姨母来抱我，唔敢踮厝个啊！我去办个户口簿，还是养母的美国名啦。我讲系啊啦，这囡仔去红山去美国，嘛。永远都找无啊！可能伫一会时阵，好欢迎集团未到芬兰家庭去收养。可能会用爸母伫当地经营牧场。可能讲细汉的生活更是美满，用爸母嘛拢对伊真好。也唔过伫伊结婚生第一个囡仔了，雄雄有强烈想要倒来台湾看看的想法。My first daughter was born. I was more interested in looking up my root. I think this trip means a lot to me. Here I was born and my roots are here, so it's a very important. 在外交部跟新北市桃园市警察局协助比对 DNA， 找到现在住在桃园孤山乡的妈妈。经证书表示，从去年登个台湾找亲人无找到的萨宾娜，佮可能这种自细汉都放袂去国外囡仔，佮袂少。根据我们当初的官方资料，至少有七八十个有啦。可能讲真正登来到台湾，甲伊当初想的差不偌济。看到妈妈了，麦当理解伊的命运，伊真欢喜，会使伫台湾过第一个农历过年，麦甲亲戚朋友做伙欢乐。未来有机会，麦希望台湾的亲人麦当到芬兰看麦，伊自细汉到汉的所在。记者陈淑君、刘汉林台报报道。受到禽流感的影响，真侪人即马过年办年会、彩排哦，拢改买鱼啊，无就是海产。过年一定爱食的这白鲳哦，今年介绍即马一公斤已经破1000块啊。不过全国鱼会即马伫沙丁堡的鱼会大街举办特卖，白鲳一条一尾只要6.6，还佫提供逐工200尾的沙目鱼啊，还佫花枝只鱼会拢总100块俗俗啊卖，买起抢抢滚。在早上五点就来排队，排到路路长，看袂到尾了。原本一尾就要200-300块的沙白鱼、黄鱼，还有花鸡，怎么拢总只要100块？大家走向花鸡，我当一尾拢爱200-300块，才100块。在过年时阵，每一家拢爱传的，代表着好几条的白鲳。今年传统市场是袂当欠费，批发价钱是每一公斤冲破1000块。全国鱼会伫咧三零八鱼会大街，一尾计少只6.6，面上是大家抢的买。进价就要进到800了，所以现在市价大概贩售要贩售到1000块。三天的时间，每天呢、都有准备50条啊，到现场来的民众呢都可以买得到。另外啊，我们的这个百元有鱼的，每天啊都有超过200条的鱼啊。全国鱼会表示讲，今年鱼会计少甲去年比是维持平稳。因果受到禽流感的影响，鱼会买气也相对比较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为着要争取加入跨太平洋协定 TPP， 经济部有意思要来开放6项美国牛北来的进口。不过，森林关本土饲牛业者真烦恼，那是开放会影响到咱本土牛肉产业。馆长李进勇嘛强烈反对，因认为中政府无应该为着加入 TPP， 无注重国内产业一个个人的健康。为了争取加入跨太平洋合办协定，经济部要开放骨髓、血管、骨头肉等6项的美国牛杂碎进口。虽然强调这部属于内脏部分，但国人关属于农业大关，馆长李进勇强烈反对。国人呢，尤其是有吃这个内脏的习惯哈，因此它对我们国人健康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事隔多年之后，你现在说要开放这些牛杂碎，有没有证据资料显示说？原来对于瘦肉精残存的这些疑虑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完全是为了加入所谓的这个 TPP 啊。李进勇表示，目前本土牛肉条占全国市场的6%，其中牛奶和冰冻是主要的产地地点。对牛奶饲牛业者就讲，假使真正开放牛杂碎，看起来对本土的饲牛产业大受影响。如果这个病菌因为这个开放而进入台湾的那个畜牧系统里面。
面的话，那可能以后那整个这个台湾的牛的那个整个畜牧业哈、哦，全部都会崩垮。那是不是这部分是、哦、我们反对说这个如果真的这种危险的内脏进来会造成的影响？本土饲牛商也表示，消费者欢乐那是开放，消费者就着含有三码斤的牛肉，可见对旧的牛肉市场有消费的意愿。但如果政府用确保安全无问题，业者根本就无反对的理由。但是对这几项牛杂碎的开放，也希望政府应该要谨慎来评估。记者王文丽报道。国外较有公信力的一寡机关，伫咧批评大学的时阵，其中有一项真重要的指标是互相来拍分数，来了解这学校的声望。最近呢，咱国内有一份平面的媒体，嘛创下咱台湾头一届邀请152间大学的校长，针对办学的成绩也够效果来互相拍分数。结果第一名甲第二名分别是逢甲大学甲亚洲大学，呆呆排第三。无分公私立，嘛无分普通大厦，甲技职校院，七月十日头一届邀请国内150间大厦校长互相评比办学成果，推荐3间学校，扣掉无恢复，甲推荐家己的私立逢甲大厦第114间学校摕第一名。那如果说逢甲大学做对什么事情，第一个当然就贴近潮流，原因就是大学确实是重视教学的。逢甲得到上座肯定，成立14年亚洲大厦嘛是大欧美摕第二名，那是伫世界大厦排名上顶摕到台湾第一的台大，即届第三名。我们现在目标当然是要迈入前50大了哈，那这个压力是持续存在。你算前20名学校有25间，大科大、北科大、正修甲龙华10间科大嘛受到肯定。龙华科大校长葛志祥欢喜受到肯定，算嘛强调这是印象分数，目力算的唔是讲办学无好。啊，那真正要更客观啊，更能够呈现出大家进步的情况，我想可能要让一些数字来说话。大学校长头一届互相评比名单，甲过去排行有差别，但是会当确定的是，25间学校分别得到5年500亿教学卓越甲典范科大计划经费支持，互因竞争办学。记者林秀伟、新志平台北报道。有一些学生因为霸凌的事件，无就是厝内经济较散家，无法度去读册，状况即马愈来愈多，所以伫咧日本的各地，即马拢出现一款叫做自学的学校，甲这些学生啊，靠做伙，互因会当来找找出家己适合家己学习，也个生活方式，袂甲社会脱节。学校那是行きたくない。一个查某囡仔，那画那个作业簿啊，拆掉，和老师看个真唔甘。这部改编对真人真事讨论第一次的家己学习的电影，即要在日本上映了。那頑張ら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まあまだ子供なんだから。根据统计，日本第一次的家己学习的学生，去年超过170,000人，多数是因为经济顺差遭到虐待，还受到欺负。我都是向学校生怀囡仔。その子たちには、その場所がやっぱりある意味地獄だ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よ。学校自身がやっぱ生きる場所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为了这学生，日本各地成立所谓自学学校，让种情况学生来切实适合家己的生活方式，专注在家、组订课程等，让学生就算无去学校读册，也袂甲社会脱节。而且这学生有一半拢会使等于到社会就业。目前台湾自学学生有1000人，教育部也在2011年公布自学标准。规定学生会自学年纪延到18岁为止，而且自学生即个使考调大学，上课会使正常入学，和台湾学生给了一条选择教育方式的路。记者宋亚报道。自拍神器哦，最近真侪人伫咧使用，伫咧全世界嘛拢真风行、真流行。不过有部分的游乐园也个博物馆，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所以公布法度扎入去。特别举办的这巴西嘉年华会，即马嘛公布来禁止自拍神器出现伫咧队伍当中，不过引起袂少的不满。巴西嘉年华13号就要登场，各种事先演练的活动已经伫街亚闹热展开。不管是参与表演的人，也是参观的民众，拢希望摄入细细的相片留作纪念。这个时阵会当加关手机啊，是相机的自拍器，这是上好的辅助工具。O pau de selfie facilita na hora de bater a foto, é muito legal, eu adoro! 不过嘉年华主办单位今年却规定，凡是参赛表演者还是工作人员，都未当使用自拍器。Existe uma recomendação do não uso, porque nós somos regidos por regras dentro de uma competição, então nós orientamos para que não se use em função da desconcentração dos componentes. 对这款的规定，都有表演者不满。Eu
acho que devia liberar o pau de selfie. Cada podia pegar o pau que quisesse. 电动时有参观的民众知影消息，乖乖收起自拍器，砸了备忘电脑来翕相。好在禁止使用自拍器的规定，观众无适用。到时阵只要是无影响比赛进行，游客想要安怎翕就安怎翕。嘉年华游行，什么人会当比自拍器要搁较神奇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财政部伫咧研究的房地合一税内容，即马出来呀，是每年正月了后，即卖即房地产，那是持有不满两年，相关会当红扣30%的税；持有两年以上扣17%的税；那是持有满六年，即厝价比4000万也更加低，低会当免税。估计呢受影响的是接0.05%。不过这是和民间团体正不满批评讲扣税范围。按重税变作轻税，政府房产税改革根本是算计。政府为了抑制高厝价，推出奢侈税来打压厝价，三年外来一直找客场的措施。今年厝地合一设计扣税，八个月以来将有定案，最终版本12号来公布。有定在1805年1月1号实施，凡是持有无满两年者，相关扣30%，两年以上扣17%，采单一税率。严格扣税范围对厝价的总价变作卖厝趁钱的差价，而受到影响的敢若占全国房屋数量974万户的0.05%。硬着陆的话是灾难，我要跟各位报告，金融业那些全部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软着陆如果有效，叫有效，本案有效。财政部长张盛和讲，全球的厝税就台湾是以厝地分离扣税，总额税制已经超过104年。税制要一摆就改好，并无遐尼简单。多征税制则是首要目标，也一直短期操作。限制好家己大，晚六年总计在40万元以下就免扣税。另外，即摆持有超过3年，每年也使减扣4%的所得税，上悬80%。离税制由重转轻，也使减税。超运团队是认为，即、這个税制改革根本拢是改革。住基本上他没有做设限，然后4000万的一个就免税额，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开了一个大的一个后门跟天窗，105年之后才开，1月1号才开始日出条款，这个也象征就是说，如果以目前今年的话，你赶快进场去买房子，赶快去炒房。参与团体批评政府根本是替建商来解脱。李政部长张盛和是强调，目前包括市场无啥好，交易量已经创下新低，打压厝价袂使，甲经济拍歹去。税制改革要慢慢修正。目前新的厝地合一税才拄送到立法院国财政委员会，也等下一会期来审议，才正式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厝地合一税即马确定啊，不过外界积极，唔呐对过去赚到钱的建商即马扣无税，未来敢真正敢会扣到重税人看起来嘛无济。新版的这厝地合一税甲车花税到底差伫咧倒？透过简单的计算，咱来比看卖，不互你知。执行了八个外汇小通通的房地合一税总算出来啊，只是内容甲社运团体所期待版本差真大。比看卖啊，当时过去向立法院报告版税率上悬扣45%，要么新版只针对持有时间低过两年的出售屋扣30%，两年了后一捆啊降到17%。过去版本来无定二次条款，强调有追溯期，要么新版放宽，只针对2016年1月1号卖厝的人扣税。另外，免税额也为房价2000万提升一倍到4000万，优惠税率上悬来到80%。专家学者原本期待新版的房地合一税会当健全房市，今嘛全拢无希望啊！大多数的这个自住客，他缴的税可能少了一点，但是当房价被炒高的时候，其实等于我们的自住客在跟这些投资客缴税。新版房地合一税甲今嘛的奢侈税到底差偌济？以今嘛的奢侈税计算，那讲卖出一栋厝价值3亿来讲。以房屋税来扣税15%，民众都要纳达到4500万的税金。新制房地合一税以持有时间长短来扣税，低过两年扣30%，只是扣税获利的部分。若讲卖出3亿的厝，获利1亿，只要纳3000万。若讲持有5年，也阁有减征扣税会当抵扣，缴纳税金扑一半，只个纳纳1496万，税率由重转轻。前面的日出条款不改。
其实不管税率高或低，其实意义都变得不是那么大。这些改革的版本最后都是所谓的建商工会的版本，而不是财政部内部或者是各界所提出的版本。这个叠床架屋啊，这个要缴土增税，还要再缴17%的税。新版房地合一税出来呀，为业者、高专家、学者拢出现反对的声音。13号下昼，国民党也将会举行公听会。看来新版房地合一税也未进入立法院受审，都要面临重重的关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一个女子工和伊斯兰国强迫嫁和指挥官，结果红台事件消息传出来了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即马要求国会授权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的行动。不过奥巴马的做法是引起两党的议员批评。继续去年八月，联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超过2300次的空袭了后，奥巴马总统在何决定要进行战略。With vile groups like this, there is only one option. 奥巴马正式要求国会授权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这份军事授权法案限期三年，内容包括了有限度的进行地平作战，像派遣特种部队和伊拉克士兵同齐作战，也不过将长期地平战的可能性排除在外。It's not in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and.奥巴马这种要出兵又搁处处限制的做法，比伫目前赢大调势的国会过关，恐怕不是爱几礼拜，而是爱几啊个月时间。民主党议员烦恼，这将会开启新的大规模战争。共和党是不满，关于安尼一大堆限制，就连2016年大选过了后，新任总统的指挥权也伫限制之内。His point, the president's point is that he wants to dismantle and destroy ISIS. I haven't seen the strategy yet that I think will accomplish it.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和韩国南韩大韩航空会长的查某囝赵显娥，为着一包坚果，下令要求这已经伫咧跑道顶头准备要起飞的飞行机爱洗头。这个事件11号伫咧首尔地方法院宣判，本来被检方求刑3年的赵显娥，最后这份判1年，有南韩的民众就认为这处罚根本是算计。大概赵显娥的犯人车直接开入去首尔地区法院，大批媒体伫咧天门港内进行是赶紧抢镜头。经过几点钟的庭审了，法官裁决赵显娥违反航空保安法，罪名成立，判1年。进行检方求刑3年，就已经被南韩民众认为伤过轻。대기업의그임원이고부사장으로서지금까지그여러가지정황으로볼때적절치못한행동이많습니다일반국민에비해서는굉장히구형이약하다고생각합니다40岁赵显娥伫咧去年12月坐过坐印度的大韩航空班机，自美国纽约甲内地机场飞转来仁川，因过伫咧飞机故乡跑道准备起飞进程，因为伊不满空服员无依照服务的停止，甲一挂豆啊装伫咧盘啊，是规包提互伊，伊是真受气，下令机长回头甲班机开转去登机口，并且甲座舱长赶落飞机。这件代志引起南韩国内对财团靠着经济影响力抢救的行为正不满。虽然伊事后辞掉副社长职务并且道歉，但过也是被检方以违反航空保安法、妨碍司法一个攻击造成连环等罪名起诉。本来违反航空保安法相关人处10年徒刑，但过发现最后也是轻判。伫咧过去，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现代集团郑梦准这挂好野人被移送了，拢是轻轻啊判。这边赵显娥的案件虽然闹到国际拢知影，但过南韩媒体早就有笑，无可能判伤重。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的文具加了一挂创意，一个机卡，嘛，让咱的生活变个更加利便，更加新鲜。亲像是关注笔咯，即马冇兼顾这触控笔的功能，一个充电电扇的功能，一个一挂什么款新鲜的文具，咱做回来看卖。业员外出办公讲生理，笔记本、手机啊、加电脑是拢总爱，啊，不过周边的配备实在是有够多，这种多合一万用笔，都省了真麻烦了。ペン先を、ね、引っ込めるとこうスマートフォンなどの、ね、画面を操作するのに便利なタッチペンに不単教師自己比的功能只有安尼哦スマートフォンの電池が切れそうになった時にペンのキャップ部分を外しますとこれは、ね、USB 端子そうです充電用のケーブルに変身するんです。一个上课了需要整理笔记，并且收集电脑的学生族群，可能也遇到这种困扰。
いちいちノートに視線を落としてると打ちにくかったり集中力がすごいなんか切れちゃったりとか。该开笔记后边的钮啊，搁靠做伙，就变成用徛起来笔记本。页啊下卡，要用固定页数的夹啊，相当的方便。另外，对重要要整理的资料，也有这么古锥用大标签，看起来无什么特别。按过地处理完了后，两条头前字样，和原本写 look 变成了 OK 两个大字，马上就知影处理了了。便利な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遊び心が出ますよね。まあ、気づかないうちに楽しんでる。かなと思います。本谷用品顶面的小卡书，和真侪上班甲学生的作群，伫专心办公读册以外，也加一挂小乐趣。记者综合报道。北韩当年因为天灾无土食，有上万人常常互娃娃夭死。不过平壤的东桥，所以就把它纪念已经过身的领导人金正日73岁的名单，举办了中破塞的煮食比赛，讲要来提悬饮食的文化。这几位参加实行比赛，北韩总部赛正专心地准备北韩知名料理新鲜果的材料，关键都的手法是正实练。北韩官方表示，这边比赛是为了要纪念已故领导人金正日的73岁名单。料理技术경연과그다음에요리전시회시범출연으로나눠서진행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요리기술경연에서는이제우리민족음식의우리민족의특산음식인신설로와전골这款料理做好材料，经过摆盘就放伫咧桌顶。这款真就是平鲜，也真就是北韩政府官员的人伫咧桌边对这款菜是做一寡讨论，严格也无实际食。讲是实行比赛，严格对外面上来看，其实是一项对华宣传的美食牛板凳。北韩当年饥荒，卡袂着就几落万人被枵死。几多年来是需要联合国援助粮食，儿童面临上悲惨的问题就是营养不良，大人吃树皮、吃草，甚至也常常传出人吃人的消息。但是为了要纪念已故领导人金正日2月16日的名单，同时也是北韩的国定假日光明庆节，已经连续三冬举办连续两天的美食煮食料理比赛。表面上就是伫咧宣传北韩的料理，提升饮食文化，营造北韩生活富裕的景象。严格伫咧外人看来，只有正口水情形。记者综合报道。14年前，按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小小的热狗摊开始发展的连锁汉堡店，进行伫咧纽约的证交所挂牌上市，市值的价值是冲到21亿美金的规模。位于纽约公园一个小小的热狗摊起家，连锁汉堡 Shake Shake 门外店店是百家登道路，因主要推出的是无打荷尔蒙、抗生素的牛肉加新鲜食材，随个体已经攀登到国际市场。为西环拉斯维加斯到中东的杜拜，总共有63间的分店。How long have you been waiting for this burger? 40 minutes. 40 minutes. Of course.美国人一年爱吃91亿的汉堡，汉堡市场规模是披萨两倍大。Shake Shake 去年规年利润达到450万美金，未来计划将以每年10间店的速度，在美国市场点点，最后至少爱有450个地点。顶个月底正式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是达冲价20亿美金的规模，相当新台币630亿。每个是45.9美金，一份的汉堡是5.19美金。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 That was the best moment. 这几年美国素食业界的竞争非常激烈，新出头的除了 Shake Shake 以外，还有 Hampshire Burger 和 Five Guys。墨西哥快餐店 Chipotle 高年前 IPO 高价起了22倍，美式汉堡 Habits 两个月前上市高价也起了83%。分析师认为 Shake Shake 的销售量是主攻大众市场的 Chipotle 两倍，主要是因为因卖酒。长期来看，估计要维持在 IPO 时的观点，也阁是爱情拼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温度，先来看伫咧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24度。伫咧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28度。
温度上低18度，上高23度。伫咧外岛的温度上低12度，上高21度。新闻的最后，咱这回来去中国的南京，来去湖边看春节的灯会。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中岛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